改变每一个人的一生。我常常在想，我说，当我在当业务的时候，这个时间可能我们还顶着寒风。那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我们来了解什么是爱多美。假如说我们今天听完了这一堂课，我们懂了，听武功上面也叫做爱多美的时尊，那我跟你讲，那爱多美它就会翻转我们怎么样？ 我们未来的一个命运，什么是爱多美？那我们为什么选择了爱多美？加姐心里也当着啊，为什么要选爱多美？哈，我刚才讲我是大家都知道我是台南人，那我生命当中很多的第一次都在台南，当然包括出生了哈、哦。 那第一次的分享一日研讨会，我也是在台南。那今天也是第一次在同一个研讨会做第二次的一个分享者的。那每一次我很喜欢台南。那很多伙伴他们在讲啊，我说我一个礼拜都回台南回家里好多趟。那很多伙伴常常在讲说啊，你看，天的，没代几的往家里面跑，你知道吗？ 那我都常常跟伙伴讲，我说哈，回家哈，随便都可以找一百多种的理由，知道吗？没对你不敢一个嘴上，要不要有很多的理由？只要有一天你连回家的理由都找不到的时候，那个家有没有离你越来越远？我说，从选择了爱都没有，我从销售到消费的这个概念，你们今天只要听懂了这个部分。 我跟你讲，你就要发觉爱有多美，我喝着因为爱多美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不是刻意来做。你知唔知？我就近做这伙伴，我特别来甲伊讲爱多美时阵，伊拢跟我讲讲，不要跟我咧讲许物件好，我用得你莫叫我做，啊，我拢安那甲用。你知道？我讲吼，拜托个，你莫做，用得好。你知道那个概念吗？我说。 什么东西最难？销售最难。销售难不难？你有看大家有做过业务不？销售难不难？很难。我说销售为什么难？啊，大家都每一个人都做销售，没办法，因为怎么样？为了生活。所以销售里面有没有压力？有压力。所以当有压力的时候，就会有欺骗；，当有欺骗的时候，就会有什么？ 有伤害，我一直在想的就是这个部分。结果当我遇到了爱多美，我听到那个我的我的介绍人跟我讲了以后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：假使你跟我分享的是对的话，我说这个即将颠覆传统传直销的一个新的通路。我说他假使是真的，他会引爆另外一波的通路革命。 我为什么用这个角度来看呢？我说，当一切从销售回到消费的时候，请问一下，消费简不简单？消费简不简单？当你记得消费，每一个人听到消费都说很简单的时候，那你知道吗？你当你加入爱多美的那一天起，你要告诉你自己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 你每一次，当你加入爱多美的时候，你要去跟你的朋友分享，你要去谈爱多美的时候，你不断的回到你心目中，告诉告诉你自己你是谁。消费者简不简单？消费消费者分享的时候，是不是愉快的？是不是没有压力的？是不是轻松的？今天假如说你是以站在销售者的立场的时候，请问一下要不要很专业？ 要不要有一点压力？当你有压力的时候，对方感受得出来吗？他感受得出来。所以我说，你今天从事爱多美，你不断的告诉自己你是谁，你是消费者。你去家乐买东西，有没有很轻松？会不会有压力？然后你买完的东西跟你隔壁的人讲，会不会有压力？啊，为什么到爱多美就变成都不一样？ 是爱多美这三个字太沉重，要不然把爱多美三个字不要讲，可以吗？我跟你讲说，说我在哪一家公司买了一个那个牙膏，欸、真的好用又便宜。你一切回到消费的时候，一切有没有很自然？在爱多美里面，你只要懂得什么是消费连接，我跟你讲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在爱多美里面翻身。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谁？都消费者。你懂得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的时候，当每一个人在消费的过程，每一个人开始在消费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怎么样？他就已经在连接了。他在在连接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在经营怎么样？爱多美这个事业了。我说，我讲一个故事。我去新加坡的时候，新加坡开幕，我就去了。结果新加坡都讲英文了。 我就跟各位一样，我也坐在底下，上面全部讲英文的。啊，因为啊，我细汉读册较含慢。我今天来了一个我以前高中的副班长，他就知道我以前读册作含慢的，你知说。啊，结果哦，英文啊听也无，啊坐地下个，结果拢作醒啊，知说。啊，顶管讲讲我听，无听听到尾就就,就自然的就怎么样？睡着了。莫讲较大声。 没事了，欸、我们也是有形象的嘞。他、啊、因为睡着了哈，又知道，因为现在整个连接哈，整个旁边可能都是你的伙伴，知道吗？所以连睡姿要不要好看一点，睡姿要很好看。啊，所以哈，啊啊，突然就睡着，啊，不晓得哪一个伙伴就把我那个照片，我人都还在新加坡还没回到台湾，照片就已经回到台湾了。啊，回到台湾了又给我给我传上去，整个我就看到了，他说哈。 这个中心长彪哥到新加坡上一日研讨会，打瞌睡了，被我们抓到了。结果哈，我就在新加，我就马上回了回了一个，我说哈，我说那不是打瞌睡。你看那个姿态有没有？那个是在沉思。我在沉思什么呢？我说奇怪，我坐在底下，上面在讲英文，我听不懂。 我在想，我听不懂啊，怎么爱多美可以做国际连线？我连英文都听不懂，怎么连？哎，结果我这样做做做，我沉思了，突然醒来，我悟到了，知道吗？爱多美是真的不用你的随地语言，什么都不用，它就可以行销全球的。因为我发觉，我眼睛一打开的时候，坐在我旁边那些伙伴，都是新加坡人，跟我都有关系。我要不要会懂英文？ 不用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柬埔寨要过去了，要不要懂柬柬埔寨的话？也不用。你知道吗？消费是不需要语言的。他既然不需要你的专业，还需要你的语言吗？在台湾买蜂胶牙膏，跟在柬埔寨买蜂胶牙膏，动作一不一样？要不要过去教他？不用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连接的时候，当你懂的时候，跟你是谁有关系吗？ 对，没有关系。我说看到那个韩国那个台上那个六六七十岁那个欧巴桑的时中，啊，可以领一个月领一两百万啊！我就在想，我说哈、哦，我们身边有做这弄那个大大姐，那个欧巴桑，我跟我，哎，真的，你来爱多美，你来用爱多美的东西，你那么会分享，你可能也很快可以一个月分享，难道一个月领一两百万的，相不相信？ 他只要把他原来的消费的那个精神跟 g e b 的个性，好无？我等下跟我讲，那个欧巴桑，阮隔壁迄个阿婆啊，迄、那个欧巴桑，拿去买菜八点出门，买到到厝拢十二点。啊，突然就开始在点仔讲，啊，你看买一个菜买遐久，结果你什么菜拿回来时阵，在菜市场有没有？伫卖肉迄搭只讲卖鱼的迄迄间的代志？ 你买菜，你他人家讲你买吧，代志有没有？他不断的在分享，有没有？那今天只要把这个精神用在那边呢，甚至那个鱼肉菜买完了以后提回来，那一条巷子大概走了两个钟头，走还不到家，为什么？差不多每一间都会讲弄门你啊，因为他要让人家来看一下他今天买了什么东西，他无非只是要炫耀。 你看我我厉害，我可以买到那么好的，又买到那么便宜的，有没有？要不要让人家知道？他、啊、说每一个人都找来看，我今天这个菜跟哪一摊买的，这个鱼跟哪一摊买的，我才买多少钱而已，我这百倍归掉给爱了。那你今天只要说你懂爱多美是一个消费连者，请问一下，你能不能这样做？韩国那一些那一些那一些皇家有一些人他，他你问他说啊？ 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可以，爱多美做的那么好，他只回答你一句话。我认为他的东西好啊，你知道吗？他只回答我，我认为他的东西好。啊，东西好好不好讲？我就因为他的东西好，又陪你的时候，我就跟我隔壁的那个大姐讲，我就跟隔壁那个年轻人讲，我就跟隔壁那个谁讲。结果连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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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结果有一条线就刚好跑到台湾来。 台湾现在二十几万个会员在买东西都跟他有关系，所以我说，当你在任何一个阶段里面，包括在分享的过程，包括在坚持的过程，当你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当你每一次遇到挫折的时候，记得我跟你们分享的，告诉你自己你是谁。消费者是没有障碍的，你不会想那么多的，反正你。 你再怎么样有钱没钱，你也是消费者。好，你透过因为你的消费，然后你去连接你身边的人，连接了到最后，你看懂了未来的这个整个市场，这个市场是一个无限的，而且你的坚持随着时间，然后你拥有了一笔被动式的收入，而且这个收入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 请问一下，假话说以一个消费者来逛啊，这个是不是多的？这个是不是多的？你伫家乐福买一世人，够分贵遐侪钱？伫家乐福买一世人，连两千块都无分掉，你知唔知？拢买万摊家乐福，结果在爱多买，三个月分两千几块，竟然万摊，讲我这歹摊。那个是你角色本身就有问题，所以我今天只是不断的告诉各位。 你要回到你角色是什么？你是什么样的角色，对方就是那一种角色。所以那天我就在一个文章里面就看到一篇，那个圣经里面的一段话。我说这个难怪这个我们董事长哦，在谈这个爱多美哦，都是以爱、以慈悲、关怀为出发点。那一段话他就说哈，当一个好的。 牧羊者，你身上要沾满羊群的味道，你身上要沾满羊群的味道，而且要怎么样？要带领的羊群去找到干净的水源跟清脆的草地，然后甚至要怎么样？好好的保护这些羊群，不被外来的狼群入侵吃掉。 甚至你要很谦卑的为这一些受伤的羊群怎么样包扎伤口？那我就在想，第一段就好了。为什么一个良好的牧羊者，你必须身上沾染羊群的味道？你今天必须同理心。你要让这一些羊群跟着你的身边的时候，它是怎么样？它是安心的。 他是放心的，因为他知道你沾满了我羊群的味道，你就是跟我们是怎么样一样的。他会不会很安心？他不会不会很放心？你要带他去哪边，他会不会乖乖的跟着你？因为他把他交给你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今天在多美是一样啊。你今天只要说你扮演的是一个消费的。 概念的时候，消费者的概念说：“我说消费，消费在分享的时候，是不是完全没有障碍、没有压力的，很自然的？那你对方的人，对方会不会感染你那一种？他就直接就站在立场，就是一个消费者，他内心就比较没有恐惧，他就会很放心，他会很安心的，然后你们就会越分享越快乐。” 那经营呢？主动把旁边的人连接起来的那个叫经营者。那你时间要变成多快、多短，谁决定？你决定。对不对，今天你听懂了，你赶快去把身边的人连接。你要你要不要列名单？要。 怎么咧？卖算命，对唔对卖卖等下你也跳过、人，过，呃、啊，这个会做，这个袂做，这个安那？安、啊、那代表你还听不懂消费人则的概念。消费人则，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。好，亲像你要嫁嫁娶呃嫁嫁谁嫁娶新妇安呢？那个脑海中一闪过去的，怎么样？ 赶快写下来，写下来，写下来。啊，当然相关那个曾爷那个路径，因为怎么样，伊家动作较早迄落，给选举在选举的时候，会跳啊，从里长开始，连长安尼，哦，白白的一群。因为大家通通叫做消费者，这、那個、连解快不快？你只要懂得那个概念，你就开始可以脑筋就开始在想，你要赶快去连接你身边的谁，你就已经那个脑海中的人都已经跑出来了。 要不要去过滤？不用，董事长讲的，连糟都了嘛，是要刷牙洗脸。對,对对，你还会去想？我干嘛？这里没做，我干嘛这里做。啊，你今日听这节课了，是啊，无猜你该听这节课。没有谁会不会做的问题，你记得，当他在消费的时候，就已经在怎么样，在做了。所以我给那麦格兰来讲讲。 马个物件好用，我用得，我恁拜托你，莫叫我做，啊！你着话要惊死啊！我阿你讲，啊解释一堆免 a n 你着直接甲讲啊啦。吼、哦，莫做，用得用得，真个许物件真个足好用足俗诶。用得好，莫做。安尼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连接？每一个人都没有借口，不会跟你讲说啊，我没有口才，啊，我没有人脉，啊，我没有读书，我不懂英文。 没有一个人有借口，因为每一个人通通叫做消费者。所以，当你懂了以后，你就如何被按那个也当错误？那你懂了以后，你就赶快怎么样？把这些人的名单怎么样？赶快列，看列出来的，列出来要不要打个电话跟他讲？要不要打电话跟他讲？出屏逃威啊，先讲，对不对？然后比较远的那个亲戚朋友要不要讲？要。 啊、不，你进哪不卡？外公，明天你会遗憾。你要记得，在爱多美的这个市场上，它不只是一个趋势，它已经跟你的生活已经在连接了。你就记得，你要怎么做，你根本都不用去思考，你只要懂什么是消费连接。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的时候，请赶快把你的名单全部弄列出来，然后你只要回到家里，要打开你家的大门的时候，隔壁那个那个邻居刚好。 探讨噶你问个时，讲你今仔走去倒，我甲你讲，吼、哦，我今仔去了解一间迄个韩国的大众精品，吼，物件真正有够好，噶有够俗诶。家己免钱。你甭怎跟他讲，他、啊、至少让他知道，你你有接触了以后，第二个跟他讲了以后，他会想到啊，我出平安还得国讲，他会不会过来问你？哎、欸，你那天跟我讲的好像是韩国的什么什么美，对不对？ 这样就对了。你现在不讲，明天遇到隔壁那个，刚好鼓起勇气要跟他讲，结果他说：“啊，我到早，我到下再到家里尔，啊，你、你、你也做警个没，那时候你会做警，因为他不用你的专业，你哪给个保洁得个，对不对？当做你买菜啊，买一个菜到我的厝边啊，伊讲啊，你到啊，我菜市啊，啊，从啦，啊，我到买只割菜，只割菜去削。” 那、啊、这样分享有没有很简单？啊，其实就这个概念而已。好，当你你做的时候，你听有、看有、去做的时候，你做的时候，你把这些人连接了以后，要做什么事情？只有一件事情：持续的扮演好什么角色？或者角色？你今天跟他讲牙膏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明天又去买了洗澡的。 洗完了以后，哎，花姐，哎，真的，这个洗澡的好洗，能不能再跟他讲？但有没有每次都在连姐？连姐到最后，他会不会主动自己去买？等到一家的一直主动去买的时候，他不断的连姐连姐，连姐到最后，可能有一条线跑到柬埔寨，有一条线跑到新加坡，有一条线跑到马来西亚，跑到越南、泰国、印尼，你后面可能。 是几百万的消费者在消费，累积的点数跟你都有关系，这样有没有感觉上那个钱已经在空中飞了？要不要你的专业？都不用。我说今年是爱多美最重要的一年，整个爱多美在今年它是真正的一个爆发的年，爆发。 爱多美在台湾一年九个月，这个月销整个人数会员数已经超过了二十四万。明年公司预定会员数超过多少？五十万。那超过五十万的概念是什么？就大概你讲了几个，身边就有好几个是会员了。 因为加入爱多美没有门槛，对不对，没有压力，所以未来会会不会每一个人都是消都是爱多美的消费者会员，会对不对。好，明年五十万这个概念就是，可能你身边有很多的人都是爱多美的会员，还有明年爱多美即将从台湾出发进入东南亚有六个国家。 这个概念你懂吗？好，进入六个国家，你讲啊，我唔捌柬埔寨，我唔捌新加坡人，我唔捌越南，我唔捌泰国的都没有关系，因为透过消费连接，连到哪边你会知道吗？你是不知道的，知道吗？以后你也会跟我一样，领了钱啊，突然想要感谢人都不知道要感谢谁，所以那时候你要感谢谁？天，啊，这个谢天。 因为不是不知道要感谢谁，所以你看，你就是这样连接好五十万连接到整个未来东南亚六个国家，你今天你的连接的动作，你的速度，关系到这未来东南亚六个国家的消费者的连接，跟你是否有关系？安尼听有无？要不要专业？ 不用，你就这个观念懂了以后，赶快对刚刚辛苦边的人，辛苦边的人，工料赶快怎么样？打电话，很多诶，先打，简单跟他讲，我用过这个东西，诶、欸，真的好用又便宜，然后怎么样？加入不用钱，买你需要的，产品又好又便宜，可以累积点数换红利，那简不简单？ 卖阁甲解释啊一堆，阁较顶啊，用我爱讲，伊摕几趴出来，计分奖金的哦，卖遐计较，你知毋知？你若胜迄个时阵，我逐个拢阁头壳戆戆啊。哦，所以你在多美里面，你就纯粹扮演好一个叫消费者。所以我说，今年是爆发年，到了第三年，甚至第四年的时候，整个进入到。 成熟起的时候，那时候要不要再解释什么是爱多美？不用解释什么是爱多美，你知道吗？就像现在有人会问你：“诶、欸，什么叫 Seven？” 告诉我干嘛呢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十几年前的时候，要开 Seven，我们都不相信。我们认为公 Seven，他们说 Seven 会取代伽马点，我拢感觉无可能。 我们还问说啊，seven 是在干嘛的？啊，现在还会有人问 seven 在干嘛的吗？那 seven seven 已经进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一下，爱多美在三年后会不会进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？你的生活有没有爱多美？每一个人都，你的生活里面都有爱多美，对不对？啊，难道你今天坐在这里，你是刚好趁着这个趁势而为，是爱多美在起起飞的？ 时候对不对？所以重点把你们的安全带绑好，因为被起飞哈，我给你绑了。你就跟着这个秤，你趁着这个势，你就跟着爱多美，跟着整个公司的成功的系统跑动就好了。你不用想太多，你就是回到哪边，回到中心，不懂的时候回到中心听个课。 有一日研讨会就参加一日研讨会，对不对？每一个月的成功学院就带着伙伴上成功学院。你只要跟着这个系统走，每一个人未来在爱都美都是成功者。每一个人在爱都美未来都是成功者。我也希望台南南部的乡亲，真的，无论您从事什么行业，卖个天黑鼓啊！ 不要再累那么久了。你在爱多美，你真的听懂，你今天看屋，你个做屋。我相信爱多美会让我们每一个乡亲都从平凡中可以翻身，而且不分你是谁。所以今天我就简短的分享到这里。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爱多美里面成功。谢谢各位。